SG 三国演义井号文件合并井号操作实况井号城市名称是井号 Balabook 井号路径井号工具井号从文件中提取文字井号档案井号文字井号勾选井号 Combine 井号 Unicode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再加上连年灾荒，老百姓的日子非常困苦。据路人张角见人民怨恨官府，便与他的弟弟张良、张宝在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地招收了50万人，举行起义，一起向官兵进攻。